在想，那些来来去去的人，他们都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吗？都知道是为了什么努力吗？还是他们和我一样，还在迷茫寻找？是什么呢？是家人吗？事情，好，我不知道啦。好像他们都是意义，但也不是。或许活着就是意义吧。只有活着，我们才有办法继续创造更多的意义啊。